说那个孙楚生好像是个巨贪，你说那新河大桥他到底还有多少钱啊？在我身边记住三点：不看、不听、不说。那你的幸福很快就来了，你很快就是市长夫人了。我看我要等到花都谢了吧。写的什么？没什么。爸，你们一定要分开吗？小何，不管妈妈带你到哪里去，答应爸爸，一定好好照顾她。好。市长，您的邮件。Yeah.